连日暴雨成灾，导致邓家楼变成水乡泽国，多个地区的房子完全浸泡在水里，损失惨重。大水同时淹没了多条通往学校的主要道路，导致乌鲁邓家楼、马江和石兆的25所学校无法如期在今天开课。邓州教育局局长塞夫鲁丁指出，虽然一些地区的水位已经逐渐下降，其中14所学校明天就能够如常开课，但是乌鲁邓家楼和石兆的11所学校则必须要等到水灾情况好转之后才能够开课。登州天灾管理委员会数据显示，虽然部分地区的水灾情况已经稍有好转，超过700名灾民已经获准回家，但截至今天中午，依然有3261名灾民被迫继续留在全州43所临时救灾中心。而在灾情最严重的乌鲁邓家楼，灾民人数已经从今早的2268人下降到1840人。目前位于马江的13所临时救灾中心一共收容了521名来自130户家庭的灾民，而在甘马晚共有463名来自108户家庭的灾民滞留在救灾中心，而在雾树则有299人。另外在龙云和石兆的救灾中心则分别收容了117人和21人。至于同样遭受水灾肆虐的吉兰丹，截至今天下午4点，灾民人数已经从中午的1220人下降到944人。副首相拿督斯里阿莫扎西今天到吉兰丹救灾中心探访灾民时强调，东北季候风所带来的强大降雨量不只是导致了邓家楼和吉兰丹暴雨成灾，就连东马刷巴和沙劳越都有可能深受其害，而这一波迟来一个月的灾害很有可能会持续到3月份。阿莫扎西也促请首相署部长拿督斯里刷西旦负责监测和协调救灾单位，所有单位都必须要紧密合作，共同应对水灾。另一方面，吉打多个地区同样面对可能发生闪电水灾的危险，包括华林、古邦巴素、巴东德腊、哥打湿打、千布以及瓜拉姆达。